剛才阿秋咧，好完美咁示範咗咩叫做手有手法，腿有腿功。不過武搶難，文搶更難。我哋南派嘅功夫啊，講求身正步穩，硬橋硬馬。 边同嗰啲北派咁花巧嘢啦？你睇下佢着到灯台咁嘅款，花巧嗱，其实咧北派系讲求美感嘅，你绝对唔可以话吓北派又得花巧两个字。你求神拜佛都冇用噶啦，我要你为我仔尊师弟，你最大恶极，官职菩萨都保你唔住。如果由本宫出手，又保唔保得住啊？ 宋贵妃，宋贵妃娘娘，你要救我啊！救我啊！你想先讲咩？佛堂乃庄严圣地，霍尔泰，同我收翻支枪。宋贵妃娘娘，请恕罪。霍尔泰只不过想为个仔报仇啫。宋贵妃娘娘，夫人嘅仔真系唔关我事噶，唔关我事噶。你随我回宫，有咩事？ 本宫只会为你作主。信贵妃，九奴才，如果你再有不服嘅，你就攞住你手中嘅洋枪，到宫中揾本宫啦吓。喂，小姐，你做乜嘢？喂，小姐，你做乜嘢？你唔入得呢度噶，你搞咩？我哋我报警啦，我。喂，你唔可以搞，好搞呢啲嘢，唔可以。小姐，够胆行出嚟？阿舅哥，佢人行咗出嚟啦，想点？ 小碟，你做咩搞我档口啊？你唔高兴嘅，咪闹出嚟算数咯。嗰啲要钱治噶。你同我计啊？吓，你自己衰又好啦，你女个仔俾人烧啊，呢笔点计啊？好彩佢冇烧到块面啫。如果唔系啊，比死更难堪啊！你咁嘅衰人，你配唔配做人老豆啊？我系唔配做人老豆，但个仔受伤。 我都心痛，我都肉赤噶。你肉赤又去到，肉赤你又借大耳窿，你为个仔做过啲乜嘢啊？把口就话心痛，你个屎人手啊，咪一样系咁样甩你啲啤同排狗。我都话而家冇得甩咯，系啊，我系咩都冇做过，我累到个仔周身冇大好肉，累到我读唔成书，累到我冇老冇锡，乜都我错，我错晒咁你满意啦？认错唔系大晒噶，嗰啲业会跟你一世。 我以前嘅老婆啊～